世间的人，世间一般的人啊，那六欲天怎么成就的？六欲天啊，这个什么，你看到没有？有妻有妾啊，有爱人，当这个人呢，他还是不错，这样死了之后可以升什么什么天啊？有的呢，就是一点，你看，一直到贪欢自在天。哎，这讲的都是嘛，都是跟男女有关的，欲界全部都是跟男女有关的，只不过呢，有的有轻重啊，看那个人完全的男女欲念没有了，才成梵天，色界天，梵天里面哪一个名字是怎么啊？梵府天啊，大梵天，这一个一个怎么修来的？初禅怎么现前的？二禅怎么现前？三禅、四禅怎么现前？乃至到哦，色界无色界天，你看多伟大！我在读这个的时候，我就好像对着这所有的这个众生在跟他们：你们就是这样来的，你们就是这样子来的。然后你们应该不应当在住在啊这个里面呢、啊？你们应当更求进步啊！你看。我读这经的时候，读到哪句话，对着哪里的众生就在对啊，也对自己啊，经也是照自己的。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？哎，我读的时候，我也脑子也是一边读一边就想起来，过去那个气功热的时候，有的要踩这个气，踩那个气，你说他不琢磨还怪呢。哎，有的人那个还厉害，还踩人气，哎，踩树气，踩山气，踩天气。哇，有的还趁我是不过瘾，直接来产神气，这种不琢磨还怪了呢，你说，哎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接触到他们的时候，我就说，那产神气干嘛？那产神树气干嘛？那气的树够可怜的，我这不但把采树的好气，把自己身上自己生癌了，说，哦，我把我的癌给你哦，好了，有的人还很灵验，那个树马上生一个瘤，树生一个瘤。树神一生气了，你小子，你的心不正，哎，就得其变就是非精妇人，哎，妇了之后怎么样？就是你看，所以我们都要对照，肯定要对照，你修行你有没有这个？哎，有没有这个心态？我们这在座的，所以我刚才问你有多少人想修行的，要按照这个修的。真是啊，我们整个一个法会有一个就好了，不要说你们居士，我们出家人好了，有一个想修，按照楞严经修好了，你不得了了，全世界全人类所有一切众生都沾你光了，还了得。我虽然这样不是给你们泄气，我是给你们让你们要真实一点，你真的想修，我真给你鼓掌啊！就怕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读没读完的，有的就我不想，有的就不想读了，有的是读了完就再也不读了。我的妈呀！这比楞严咒才五章，这整个都是楞严咒啊！哎，弦和密是完全是互为根本的，没有这个弦，哪里有那个楞严咒的密啊？要想得密的利益，你不从弦上入手，怎么可以得到？那要发心，我是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要劝大家发心，要劝你们升起真正想修的心。我一直我也想，哦，我好好的来讲讲楞严经，但是呢，有几个人想修啊？以后你们要升起这样的。啊，自己先回去研究，讲解都有的，宣化上人有注解，全部是这个楞严经的注解本。哎，宣化上人有注解，而且呢，我们的师公啊，元婴法师在中国佛教界被称为叫楞严座主。啊，精研楞严40-50年，一生专攻楞严，所以他也是我们佛教界7届的会长。连续起中国的这个国民党时期的时候，第二任会长就是元婴法师，啊，一届，
做到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届会长，又是他，就是天童寺方丈，上海圆明讲堂的方丈啊，圆明讲堂，圆明讲堂，圆明就是讲的《楞严经》里面的十方圆明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甚至也在上海圆明讲堂开过3年多的一个楞严专习班，专门研究楞严啊，南北就是啊，出家的这些年轻人啊，有很多报名的学习啊，追随的这个圆瑛大师学习楞严。我也想，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真的要想修行，真的要想这个世界，我们人类有希望。要想佛法能够正法住世，我们真的要发愿，这一辈子都要好好修持楞严经，依楞严经，好好修行，好好的开悟，好好的依它而修。就是讲解楞严经，必须要有亲近传承、有大彻大悟的人。像圆瑛法师，他的天童寺参禅就开悟了，有钻研楞严，他才有这个资格作为楞严座主啊。统领中国佛教界，半信的人哪里？因为文人那个东西，光是纸上的看字，他根本不知道绕三圈就绕着头昏脑胀了，不知道绕哪去了。这不容易的。所以佛陀在这里面他就讲到了，连不像阿难啊，有一些罗汉呐、啊，有时候在佛的这语言里面讲，心生恐怖，都跟那个，所以佛陀一次安慰他们，一次就出兜罗绵手摸他们的顶。安慰他们啊，手摸他们的顶，语言很柔软的安慰他们，让他们先静下来，继续好好听，好好听。你看，实性实住实回向啊，实行实回向到啊四加行的啊，加行位、暖位、顶位、忍位啊。再到登地、欢喜地、啊礼垢地、颜慧地、啊放光地、现前地、远行地、啊不退地、啊你知道圣慧地、法云地，每一地为什么修到这一地了？你看这个讲的多清晰啊！啊，讲前面。妙觉啊，等觉妙觉入佛地，这个里面从第一卷到第十卷，每一卷里面都啊上根上气的，自然能够顿超。所以这个楞严经里不是没有顿，有顿，弹指超十地啊，弹指超无学啊。就我们做早课的时候叫大众熏修习精进，十地顿超无难事。从啊这个从上根上力气的顿超啊不退转，到我们这个中根的，到下根的，三根都佛都慈悲啊，这个上根的讲究你都明白了，中根的那你还要修呢，你要行啊，要行要正啊，会遇到哪些，就好像你开车，你从北京要来我们慧仁寺，你要想来了，目的地也有了，你导航已经导到了。但是你整个车子开过来，你会遇到哪些风景，遇到哪些岔路，告诉你哪些岔路你不能下，一下就糟糕了，要绕了大半圈，哪有岔路，哪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，把这个啊五阴魔啊烦恼魔生死魔来层层破尽，修禅的现前的这些这个50种阴魔境界啊，就好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，99八十一难，你怎么样避开这个难，怎么样在佛菩萨的护持下你顺利的闯关，一关一关的过去，你这99八十一难任何一难你过不去，你都不要想，就是那个道理，真是简直是啊，从始至终佛陀无处不展现他的大智慧和大慈悲，保护着我们，让我们要出三界，要能够
得究竟的解脱。所以说呢，我是希望大家通过楞严法会都能够去产生这样的一个意乐，去发愿要受持楞严经。我前面讲只不过是激励起你们，如果我不这样要求，那真的一散了手就把这个楞严经给忘了。请问我们参加法会有多少人以前读过楞严经啊？读过楞严经请举手，举高一点让大家都看。占不到一半吧。有的人是第一次在读楞严经，如果不是靠法会你会读啊？再过十年你也不会读，不一定的，靠自己。那法会所以有带动作用的，带动作用。现在读你不要求圣洁，跟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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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消业障，知道吗？跟着消业障。你觉得真有意思，你以后慢慢读，慢慢读。一天一天以后就读个，比如说读个十行，一边读一边按照修，一边修，那你几十年下来那不得了了。就是没有那个，你说我活不到几十年，你受持楞严经，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也照样让你能够解脱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佛菩萨的胸怀是妙法莲花经的境界，妙法莲花，诸佛菩萨的心，你的心向往的诸佛，这个纵使你没有那个，佛也会把你接引的，就是这个。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些道理，那你呀、瞎练，盲修瞎练，很容易会出问题，看了这个经也就知道了。有的人说啊，师父加持啊，那你不如求佛加持了。佛为什么不加持你？因为你那个根本上都坏掉了，我执我见，颠倒妄想，贪嗔痴慢。那往你那个机器越往里加东西，你不是坏的越快，你堕地狱越快，还让你穷途末路一点，你还好一点，你还跑不动。我执虽然有，但是呢，也没多大福报。也折腾不了啥，我执我见，贪嗔痴慢，所以这个世界说，天欲以祸之，先福之。如果他这个天呢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一种，比如说一种说法，说天如果要害你，就先给你福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本身就不怎么样，一给你福报，你就坏得更快。所以天欲祸之，必先福之。如果天要保佑你啊，护持你啊，先拿一点祸给你，让你谨慎小心，如履薄冰。同样的道理。所以你们以后不要老是啊，师父加持，师父加持，师父加持你干嘛？师父加持你，然后加持你来出家好了。也不要你跟你啥也不要你，你就在这往养你胖胖的。有吃有穿有吃有喝，加持你看吧，加持你啊！六道轮回，昨天还师傅忘了加持，加持我先生，我先生个厂干嘛的？厂为那个造香烟的，造部件的。我还加持你跟香烟造部件去，早倒台早好，这对你的真有好处的。真的是这样，你人真的反省了，走到正路上了啊，那还不错，给你一点力量还不错。他走在反路上了，越给你力量，你越背道而驰，跑得更远。真的是那样子的，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求啊，怎么怎么，佛菩萨这么慈悲，方法都给我们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好听不听话，好不好修行啊？这个最大的智慧，最大的这个价值就在这个法当中。你按照这个来修，那就是最大的价值。有的人呢，总是啊不想得到这个，不想有这个因，就想得果，哇，你把力量给我吧，给你干嘛？给你做魔王啊，所以这个读过这个经就知道，世间的那些啊不究竟不了义，为什么那些外道、那些练气功的那些邪魔外道，他是邪魔外道，不看就不知道。所以不看这个，你被邪魔外道摄持了，你还不知道，你还以为怎么怎么样。读了这个你就知道了啊，一个人，文殊菩萨就讲的，若执着此身，
不是佛弟子啊，是最简单的啊，几句话就把整个这个经典给你总结掉了。若执着这个我所，就不是佛弟子。佛就是灭我和我所的，我是正报，这正报就是然后这个依报呢就是苦海，正报制造了依报，正报就是我，依报就是我所，哎，我颠倒了，然后制造了苦海轮回，就是我所里出来的。所以要灭，你要想灭出我所的，那就是佛弟子了。如果不是啊，执着于此身，则非佛弟子。哎，若没有，就是啊，就是啊，最后一句叫当执着升起，正见已丧失。这里面所有讲的，所有的那个，只要你当执着一起来的时候，正见就没有了。你认为你已经成佛了，那就糟糕了。哎，怎么这个境界那个境界，你说很伟大，忘掉了。你越修到后来，发现你是去妄想啊，去业障啊，所有一切圣经都是诸佛给的。所以修行的路上就是啊，升起了对上师三宝啊，对善知识、对三宝的感恩心，对众生的悲悯心，自己的。就是说这种感恩心和悲悯心升起的时候啊，我们又有那个离中边的这种见啊，远离四边八系的如如不动的啊，这种才有点叫哦修行进步了，这才叫修行进步。哎，所以当执着升起，正见已丧失。哎，所有的这个五十种阴魔也好，怎么被魔摄，怎么都是因为执着升起来，都是因为你心里面就有那个灰尘，你没有那个灰尘，不会，它不会，魔它没办法来捉你的，来附你的。要趁其变，怎么趁其变？你有给他把柄，所以你人性里面有问题啊？为什么说诸恶魔作，众善纷纭，自尽其意，自尽其意，要把自己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那你就没有机会让魔来附你了。所以我们啊，修行就是说，啊，为什么叫但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？这个道理，一心一意在因地上，啊，所以就叫诸佛密因啊，大佛顶如来密因，密因这个因，知道？这个因正确的才会得到正确的果。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真正在修楞严经。正在按照佛法的任何一本经在修，这个三宝还是住在世间的啊，我们这个还能够救苦救难的。所以我们大家更何况这时代还不错，我前面读经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浮现出来，三乘教法里面不管是汉传、藏传的还是南传，还是有修行成果的、成圣的。哎，为什么我还能有这个信心发心要来讲楞严经呢？佛法还是有传承的，还是有佛法的这个力量的，从佛祖祖辈辈传下来，佛的那个妙法，如来的这个加持还是在的，所以还是我们佛教在当今世界还会发挥极大的作用，还是我们众生的皈依处梁府田啊，我们好好的啊发愿以后要多受持啊楞严经。哎，我们有没有大家？要发心以后好好研究楞严经的啊，请举手。哎，好好发心，我们出家人都不举手啊。楞严经真的是好。阿弥陀佛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力量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中华护身协会除了推广戒杀放生护身以外，我们在全省也有推广认养学童的计划。小朋友他家里不方便贫困，我们借那个机会布施，乃至买一些他需要的东西给他，借由这种布施的因缘，让他结了三宝的缘，这很重要。
所以各位也护持护生协会来认养学童，帮助儿童的计划。阿弥陀佛。中华护生协会资助清寒学童一元学习梦，长养菩提苗，赞助认养学童计划，划拨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生命电视板桥飞院讲堂举办佛学开示，恭请传习法师主讲，日期12月4日星期三晚上7点，地点板桥飞院讲堂，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2段581号，电话02-2951-0355，02-2951-0355。生命点是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礼拜金刚宝忏，恭请常住法师领咒，日期12月5号星期四上午9点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联络电话03-989-8686，03-989-8686。生命啊，没犯错是最好。哎，但是有的人呢，他是都犯错了，哎，见了黄河才落泪的，他才知道哦，那个大多数人还是吃了苦，撞了南墙才回头的。一个人能啊清清静静的就能够觉悟，乃至能够知道前车之鉴。看到别人的失败，自己就能警醒，啊，不需要去同样付出那样代价。那个是，这样人是很少的。还有一些人呢，就是撞到南墙了也还不觉悟，叫自死悟，自死都不悟。这种人也是社会上很多。其实每次来参加法会，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每个人在生活当中。其实都有社会的一定的代表性，总的来说能够来学佛法的啊，还都是幸运的，纵使不是说你马上今天来了就解决问题了，但是总是方向是对的，方向还是对的。当然这我们在座也有啊，就是读书啊工作人生很多时候很顺利，然后自然而然就想到人生意义，然后就来学佛的，这种呢是最那个，啊，但是呢，也为在生活当中遇到种种挫折啊，生命很痛苦，这样来学佛的，我们也一样子祝福他，能够找觉悟，业障找消除，找得平安的人生，哎，所以每次。怎么说呢，像有一些人来，虽然我也跟他们说说我又不是医生，不会看病，但是我知道佛法对他是有好处的，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呢啊，还是给他参加佛法会的机会啊，能够消一点难，消灾免难啊，生命的有点经历。同时呢，比如说我们在座的人，你看到这样的你也有一种反省啊，虽然不是发生在你头上的，发生在别人身上的，但这足以说明一种问题。我绕来绕去的就，啊，就是刚才那个爸爸带儿子走的，啊，刚才那，你看儿子被附体，
如果不是发生在他自己儿子身上，他怎么会相信啊？爸爸妈妈都来学佛，全部爸爸都是政府工作人员。哎，你说不是发生在自己头上，不是发在自己儿子身上，怎么会那个？现在你看多虔诚啊，很虔诚的。就一般人的话呢，你学佛学这么虔诚，都很难的。我最希望是大家没有遇到人生挫折，就哎善根发现就能够来学佛，当然这是最好。但是就是遇到问题了，能够回过头来学佛，那也是不容易的，不容易的，不是这么简单的啊、嗯！像那个孩子一样，坐就坐不住了，身上的东西就不让他坐这里啊，就打他，你看，用他自己的手打他。用他的嘴骂他，你看，苦不苦啊？我们爸爸妈妈生我们这个身体，但里面软件装的是其他的东西，用你的身体害你怎么办？用你的身体害你，所以地狱无门自来投，这地狱这恶业不都是我们自己造的？自己造了地狱，自己再进去再受罪，所以大家。戒恶修善，这个很重要啊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年轻人不要去看那种电脑上面不三不四的东西，那个诱惑很大。电脑上面现在是，电视呢，虽然也是好的东西不多，但是它毕竟还没有那么差。电视打三俗啊，那毕竟那上面俗的东西还少，不是很多。最多里面流行那种啊，那个年轻男女们啊，什么《非诚勿扰》啊那之类的。现在我看各个省都有办这一类的节目。我有时候在外面住宾馆，偶尔抽个时间我看了一下，有这档子节目，那年轻男女，也是一种考验的，一种思辨的，都蛮锻炼人的。说俗吧，也就到那个份上。那电脑是没有底线的，跟你说。所以年轻人千万不要去看电脑不好的东西，很重要哦。刚才那个小伙子就是因为这个，看不好的电脑，买那个黄色的袋子家里看了，看了就被鬼附身了。很多是这样的。我这边这个每年都很多年轻人跑的啊，被鬼附体了，最后这就是在家里看什么黄色片子，要么看那个恐怖片、鬼片，看着这个糟糕的，被鬼附体。有的人老说：“哎呦，哪里有鬼？哪里有鬼？我看看。”真的有六道的，真的有地狱、有恶鬼、有畜生，也有天堂，最重要学佛是超出这些，超出轮回，能够达到生命达到不落这种苦难的，不落的这种轮回的波涛里面啊，超出三界，跳出轮回，在极乐，人活在那种大智慧大慈悲的状态里，那个时候啊，宇宙一片光明，大光明的宇宙里面，我们现在都是，小鼻子小眼，只看了这一点东西。我们楞严经里说啊，修行得少为足。我们现在得还没得呢，我们还在重重的危难当中呢，都不思出离，叫三界火灾啊，不思出离就糟糕了。所以我就你别说，你看我讲都不好意思跟大家讲，平时我看到的多了，我每天要面对多少人呢？多少人的故事我要知道啊，所以为什么我要讲给你们？但是我不好意思给你们讲，我讲怕你不相信，怕你不相信，人就是这样的。我要花多少长时间让你相信？你要跑到普通社会上，你要活得相信，那你相信这和尚让我相信干嘛？我偏不信你。你有什么目的啊？让我信啊？我有什么目的啊？我都出家了，我还有什么目的让你干嘛？对不对？就是100%的为你好而已嘛，我有什么目的啊？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不买你账的，
我们多少，别说佛经里那么多的智慧，就是我们看着人好了，你们来过慧智寺知道了，你看我要面对多少人啊，每个人的故事那些都会讲给我听，甚至也不会讲给他老公听，也不会讲给他爱人听的，老婆听的，有时候是要讲给我听的、啊。把人生里面的一些东西讲给我，那对于我来说，你想，哇，这都是佛经的注解嘛，对不对？我总结了这么多的人生的经验，我告诉大家，有时候，哎呀，那个不相信，不相信。你比如说我们这来的每一个人，他是有苦难的，他不可能把这个苦难为了教育你来跟你讲嘛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的。有的人被附体了多少年了，连跟爸爸妈妈都不讲啊，你知道吗？有的小孩从小就被附体，一直他也不会跟老师说，也不会跟同学说，甚至都不会跟爸爸妈妈说。学佛了他才知道这是什么，然后为了让爸爸妈妈知道，为了让爸爸妈妈学佛，他才鼓足勇气才跟爸爸妈妈开口，我这过去的病是什么，其实不是病，就是被东西附体了，是那些东西，家里供的东西啊，保家仙啊，家里面那些东西上升的，就是自己的孩子要跟自己爸爸妈妈说，都要鼓足勇气说啊。有的是忍着忍着忍着，宁愿当他是病啊去治。你想想看，你要想听到一个真相多不容易啊。那佛菩萨把这些真相告诉你，你根本不相信啊。傲娇你有六道轮回，什么得什么因得什么果，什么因得什么果，怎么怎么怎么，100%句句都是精华，你不听啊，你不要听的，你哪里要听啊。我们把这个人间的这个再搓在一起，再告诉你，你也不要听的。有人很少要听的，有时也不好意思讲。别人很痛苦的事情，我讲出来。我刚才我是想了好久，你看我磨磨蹭蹭磨不成，绕了大圈。我想还是我讲好的，反正你们也不知道他是谁。那对他，我们这么多人，我讲给大家，大家有点觉悟，把这功德回向给他。但是我如果真的你们知道哦，你们如果是这一方的。他就是当地的，他什么什么单位上班的，姓什么叫什么，他真的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好意思讲出来给你们的。别人有自尊的嘛，有自尊心，别人有隐私的权利嘛，对不对？那到这里别人都不知道，反正你们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他来自哪儿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只是哦，他为什么走了，为什么啪啪打自己嘴巴子，不是他自己打，身上有东西要他走，不让他坐到这里。有的人来为什么要绕老半圈绕不进来，绕慧智寺都有业障的，有障碍的，能来不容易的，我跟你说好了，能来的不容易的，你真想学了，那些业障还会出来障着你，让你生烦恼啊，让你干嘛。楞严经法会很功德很大，但是让你这种跟这个功德不相应，让你都看到缺点，那烦恼那有啥好，你看到法会的缺点，看到出家人的缺点，看到居士的缺点，生活当中啊，你会挑出缺点让自己烦恼，那都是叫业障障着你，不能让你进来。反过来想想，我们这个时代还能够开这样的法会，多少不容易。楞严经是第一个被灭掉的经，魔的力量把楞严经给遮掉了，把我们众生没有办法看到。那个时候你再打开楞严经，全部是白纸，里面没有字的，你能想象吗？这个经打开是白纸，没有字的。请问这两天你们念了三天了，有多少人你打开经看一看就看进去的？有多少人看了三天下来好了，问你有没有脑子里一片白纸，是不是一个字没记下来？本来精神很好的，到那经书一打开就打瞌睡，跟你说这个多不多？多的。然后三天念下来了，问你楞严经讲什么，一片白纸，一个字没有。
不要再说过四千年之后，这样四千年之后啊，再过四千年，这佛经里都是讲人寿在多少岁的时候，四千年有没有人在好像四十七岁不四十九岁的时候，还有多少？现在是七十岁，还有三千多年，三千多年。这个楞严经就讲，不要说三千多年，就现在我们看好了，我问你们，三天下来，很多人脑子里一张白纸，一个字没有的。因为我以前我看，我也是啊，一看那个时候一看就容易打瞌睡呀、啊，我就以为佛大概讲的是这个意思吧。看了老半天，几页翻过去问，结果什么意思一点没不知道。我有时候再从头看，还是好像一只没看到一样。我就以为大概是这个吧，大概佛比喻的是这个吧。后来真的我就遇到一个，就是这个，也是练气功走火入魔的，走火入魔的，要自杀，要做恐怖的事情。哎，我给你们有讲过啊，今天重复再讲一下。我当时在新昌大佛寺闭关，哎，就有一个人要来求见，这人谁呢？是嵊州的一个年轻人，二十岁出头，练气功走火入魔了，哎，要自杀，多少次的，他自杀还不哪儿不跳，他跳粪坑。像别人救他的人都哎呦弄了一身大粪呢、啊、你想想看，就这样，你说做的那个什么魔也是蛮恐怖的啊、哦、对。然后别人就给他出主意说学佛你就学佛啊，然后学佛，然后到了三门多宝讲寺的皈依，皈依之后那个智敏上师啊就叫他念楞严经，楞严经降魔的嘛，结果他就请了一本楞严经回去念，他就这样告诉我，他说我打开楞严经一个字没有，白纸，就是白纸，是他亲口跟我说我才知道。所以佛是不妄语者，真语者，实语者，以后魔力强的时候就仗着我们根本你看不到楞严经的字，翻开就是白纸没有字。这个小伙子亲口跟我讲了这个，他说我翻开楞严经就是没有字，是一张白纸。我才知道哇，这个魔的力量真的这么厉害哦，这么厉害哦。这样圆满生命波罗蜜，精进修行满人间，断除三毒诸烦恼，慈悲菩提大愿力。各位生命菩萨大家好，快乐从哪里来？关心别人，关心众生，那就快乐了。痛苦哪里来？只为自己想，自私，那就痛苦了。所以佛陀跟我们说，不要起贪嗔痴三毒，不然有烦恼就会造业，就会受苦。那要怎么办？菩提心、慈悲心、空心，以这三种心去圆满波罗蜜，那你的生命就圆满了。愿生命电视台祝大家生命圆满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证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生命点是台中生命道场举办恭送阿弥陀经暨礼拜八十八佛，恭请常住法师领众。日期12月22号星期日上午9点，地点台中生命道场，地址台中市西区模范街38号一楼。点的电话04-2302-6346，04-2302-6346。生命点是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礼拜地藏宝忏，恭请常住法师领众。日期12月25号星期三上午9点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。联络电话03-989-8686，
03-989-8686。那个时候到我这个官房里来啊，那简直那个臭的呀，臭的不得了。不是说刚从粪池里爬出来，他那个臭是从里面出来的。然后我看怎么办呢？那楞严经它打开就是白纸，连字都看不到，那你还什么？我说我教你，你好好念佛，阿弥陀佛，从早到晚，不要起其他念，就是好好。坚持念佛，过了一个星期又来了，这很奇怪，判若两人，小伙子也不臭了，皮肤由黑变白了，白白的皮肤就变成是白白的。哦，一来到之后跪在地下痛哭流涕啊，痛哭流涕，哎，这样，那这个就是一个证明。人业障重的时候真的翻开来就是一张白纸，那我们相对来说业障还没那么重呢，所以我们打开楞严经就打瞌睡，然后念呢也念了三天，也念下来了，现在回想回想楞严经啥也是一张白纸，一个字没记得啊。楞严经里面讲两种根本，一个是生死轮回，一个是菩提涅槃，这两种根本你要给我找到。楞严经里面还讲了备尘和觉，什么是尘，什么是觉，要搞清楚。我们平时呢，我们平时都是叫备觉和尘，佛性是我们的觉，但是我们却是违背佛性的。尘呢，尘埃都是，你看我们都迷失在世间，迷失在物质，迷失在金钱名利，那都叫尘埃啊，过眼云烟了、啊、但是我们就迷失在那个过眼云烟里，乐不知返，就叫悲觉合尘。一个悲觉合尘的人有出息吗？那不死定了，对不对？你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，跟你说的啊，悲觉合尘，你合的那个尘呢？所以佛教乔成儒说，你们当初怎么听到我说法就成阿罗汉了啊？乔成儒他说，我等五比丘听佛说克尘二字而得觉悟。克尘二字，一是克，克什么呢？如人在外面旅游投客店，投店住完了之后就打起行囊就走了，此名克，不住，不住的意思。尘呢，尘犹如啊太阳初出啊，一缕光线射在屋内啊，尘埃在这个光线当中飘，尘，尘是漂浮不定啊，这为尘。我就是就听佛说法悟得我们平时就如客如尘呢、啊、所以呢我不做客不做尘啊，我们安住在这个常住真心当中，所以证阿罗汉就这么简单，生命就这么简单。你认识了，你知道你该走什么路，你是走在客尘的这条路呢，你走在这个尘，你是被尘啊，你是被觉合的尘呢，你还是觉悟想被尘合觉呢？你就是人生就是两条路，这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被觉合尘，所以就生死轮回随他而去。本来有佛性不生不灭，但也不能够受用，随着这个课程生生灭灭而生灭。哎，就其实楞严经就是讲这个的，两种根本，一个是生死轮回苦海无边，一个是菩提涅槃清净妙乐，就是两条路。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生你要投资哪一个，你是买股票，你是买生死轮回的股票呢，你还是买菩提涅槃的股票，你投资投哪个？哎，我们在座大多数是，我又想买菩提涅槃，
但是我的钱都被套在生死轮回上，现在暂时拿不回来。想买是想买，本钱没有，被套牢了。我师父啊，只要我解套了我就来。所以很多人看到寺庙，寺庙清净啊，好是好，养老的好地方。哎，说等我退休了，小孩子结婚了，啊，我那没事了，我来。一个是生死苦海，一个是极乐世界，这两条路。极乐世界菩提涅槃这条路是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佛性，你就有资格，完全有资格，你有佛性，你成佛，因为你有佛性，所以你可以成佛。这有点像他们讲小品一样的，哎，这可以有，可以有。但是我们轮回上的人说，师父啊，我没有，这可以有，这没有，哎。所以那个波斯匿王他62岁了，啊，他说，哎呀。我知道我的火这么大了，我肯定要死了。佛问他说，你怎么知道要死了？他说，我说你看我这越来越老，越来越老，越来越老了，肯定要老死了。佛就问他，那你身上有不死的你知道吗？不死的你知道吗？我哪里还有不死的啊？然后就是他问他，你什么时候见，你见过恒河吗？他说，我肯定见过恒河，我早就见过恒河了。我3岁的时候，我妈带我去拜恒河神的时候，我就见过了。啊，你人变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皮肤皱了。你3岁见恒河的时候，跟你13岁见的时候，23岁见的时候，乃至你62岁见的时候，有不一样吗？哎，这倒没有不一样。没有变老吧？没有变老。如果你知道你身体越来越老，你知道他会死，那你这个从来也不老的，那你这个剑，你那是说明是不死的嘛？这个很重要的哦，这个我们在座我们会不会死？我们会不会？你死的那天你会不会看到自己？你看到尸体在那儿，你家人都在那哭，能看到吧？甚至看得到你这个尸体被推到火葬场，推到火里烧了，烧你还在边上看。你相信不相信？真的就是那样的。前天有个人发短信给我，说：“啊，这个师傅啊，我妈妈去世了，现在还在这个7期之内啊。”我做梦做到我妈妈现在在她的照片上，附在照片上，怎么办？我问那些佛教徒，那很多佛教徒说啊，照片不能留，要烧掉。哎，我讲这个，你们平时可以留意留意，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，因为你认为他死了，他不存在了，但是他一想方设法要让你知道他的存在。没事，你去看照片，他没办法，他就附在照片上。你看吧，看吧，我在这，我在这。你看着看着他，他对你笑一下，你吓一愣。世界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探索频道，英文叫什么？哎，我老是说不好，所以我就不敢说的。Discovery。哎，对不对？就那个探索频道。就放过这样的一个片子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叫灵异事件，在外国就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。他家里的人死了，但是那个照片老是会动，会动，很恐惧，家里一看人都很恐惧，老是觉得他还在家里，然后就表现在那张照片上。前两天我那个弟子是梁山的，那个叫闲床，他就发短信来了。问我要不要把照片烧掉，我忙了连短信也没时间回他。哎，
他很执着的。你不是说哦，师傅，我给你写个牌位，他就来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他因为我们现在学佛，你现在来过慧觉寺，你就是养成一种习惯，在你生命里你做过这个事情，你以后真的死了之后，那你再来慧觉寺，但不用坐飞机，也不用坐汽车的，飞一样的就到这了。如果你没结过这个缘，你没结过人，只是别人学过佛，你死了之后别人给你慧觉寺写个牌位，你 不想来的，懒懒洋洋的，我去那干嘛？那跟我也不想干，你们想赶我走，我才不走呢。哎，这是我家，他会跟在家里面。哎，然后你家里人又要想念他，那他就更是哦，你又想念，你哭一滴泪，他哭一大堆泪。一哭，你一到没有什么，他一哭就晕死过去。中阴身就是很伤心的，而且伤心就很剧烈的那种冲击力。一伤心，一想到本来不知道自己死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死，你知道吗？死只是一个名词。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自己死，完全我都在，我什么都在。甚至有一个人，他濒临死亡，他经验他记载的这样，他死亡了，被诊断死亡了之后，他把他就推在那个太平间了，他还在玩呢，玩了老半天，忽然意识到太平间里面怎么这个人很像我吗？一看，哎，他怎么戴着我的手表啊？仔细研究才知道，哎呦，他是我。但是他这个时候如果一旦意识到这个躺着的人是我，这个是我的尸体，意识到我就是所谓的那个死亡，那个死亡已经发生在我身上了，这个时候他当意识到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，自己会开始悲伤，这个悲伤的时候一下子会晕死过去，晕过去。但是反过神来，他醒过来，反过神，明明我还在这里嘛，他就会很非常就是想方设法要让家里人知道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那个只是像我的一件衣服，一个破鞋一样，你们别认他，我在这里。但是这个时候你想跟家里人说话，家里人听不到，你推他你也摸不到，你上去拥抱也好，去拉他也好，都拉不到他。但是你就很急，越弄越急，你想表达的时候一急好了又晕过去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就要有定力。弘扬佛法利众生，不论昼夜转法轮，开启生命电视台，佛陀教义广推行。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，佛要我们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弘扬佛法就要大转法轮。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，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，那利益众生呢，各位就要放生、布施、超度、施食，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。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证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。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但是如果你发起一个圆满的菩提心，所有佛陀的教法就融入在你身心里面。啊，佛是依照你的根器对治你的问题而已。那各位要有机会就要这样来去修行，也不要让自己太忙，每天忙，你要找事忙也忙不完了，啊！但是你要随时意念的法，以这个法为引导来忙那个事情，而且那个事情也变成法，习福一直习，消业障，消业障，消业障啊！啊，那我的心就像这个衣服，就拍暖呢，啊！一定要脱干再晒，脱干再晒再漂白，要不然弄不干净了，啊！每天洗衣服，每天扫地，都在修行，个人用个人的方法，但是如果你不会把握这个，哎呀，干嘛叫我扫地？你淘气呀呀，扫什么头卡？啊，你落雨啊，地里起来气别大，嗯，那你要找麻烦，麻烦可多了。哎呦，一边蒙阿波，哎呦，一边安怎？啊，你要找麻烦，那没有太多麻烦给你找了。啊，所以各位要心看的光明面，光明面。啊，随时透过外在的环境来修我的心，看到佛身菩提心。啊，看到往生牌会生大悲心，啊，看到山河大地，啊，也知道一些都是因缘和合所生的。一个山就是土地、树木种种组合的因缘和合的无自性空的，山也好，天空也好，虚云也好，都是这些。啊，重点是保持这样的心态去抓住这个。众生讲座。